有 Facebook 直播啊！喂，跟正翻个消息先，原来咧唔系，美国嗰边都唔系假期嚟嘅，唔系系唔系假期嚟嘅，但系就好重视嗰个节日，咁所以大家会花好多心思去玩咁样啦。咁佢哋呢个节日都好嘅，你外国嗰啲细路仔又可以参与，父母可以参与，消费下，系啊，啲年华杀手又参与咁样，成日啲戏都喺万圣节杀人咁。唔系，但系都有听闻系趁住呢个节日系做咗啲恐怖嘢噶。我谂佢哋都系即系用咗成年时间谂到即系唔知点，跟住就即系部署好耐，咁就喺嗰个节日度要做啲轰天动地嘅嘢咁样，咁啊扮到自己恶魔咁样。不过我谂而家就即系唔使啦，你个个都要戴口罩。唔系现实恐怖过你庆祝节日啦。唔系咯，唉，真系，所以就。反而即可能嗰啲咩宗教嗰啲咩仇殺啊等等嗰啲，可能即仲有明顯。你話萬聖節好似拍戲殺人，我都唔係。同埋我覺得啲浸咧，你話所有嗰啲咩抗疫疲勞咧，其實經過啲個零月咧，大家都睇到個市況啦，即係夜市又開到12点咁樣啦。咁條街係真係明顯嘅，放下人啦，多翻。今晚啲有人講話去宵夜啦。今晚就今晚開始就放寬係喺入邊兩點。去到兩點啦，跟住就六個人啦，咁但係出到嚟又唔好企超過四個人。唔係，酒吧係四個，酒吧四個，食肆六個，食肆六個咁啊。咁咧就另外有個措施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哋飲開酒嗰啲朋友咧，都真係要探討下嘅。點啊？因為出嚟因為袁國勇講噶嘛。哦，呢一個就話咧，即係希望酒吧咁啊，而家咧大家去玩嘅時候都戴翻住個口罩啦。咁就即係你記得我哋啱啱即係呢個疫情，跟住就話管制就搞先搞就酒吧嘛。係啊。咁啊，因為個群組嘅關係啦，咁啊又話有啲表演者又中，咁跟住有啲顧客又中咁樣。同埋相對個噴口水個量咧，咁酒吧。噴口水比食肆多嘅，係啦，咁我哋抽水，抽水跟住有段時間網絡上面有啲片咧，就係個口罩嗰度對個窿，就方便人哋呼吸同埋飲啤酒啦。咁你對完個窿，咪即係成個口罩個防禦性冇咗咯，自己呃自己啊。係啦，咁樣咁啊，大家都有聽從嘅。咁啊，去到咧時至今日咧，就係都有一個建議咧，就係政府建議我哋噶，食環署有一條片。哦，咁我睇完之後咧，哦，原來你係想拍噶。啱啱我今日先見到，我唔知係咪之前已經有啦，就即係睇下喎。但係睇一睇食環署呢一條咧，係食環署拍㗎，就用飲管咧示範咧，就係飲酒嘅咁樣。哦，戴口罩飲，戴住口罩咁樣咧，跟住佢就將支飲管咧喺底部嗰度插入去，係啦。哇，好鹹濕口。嗱，停一停先啊，阿法可以停一停，係啦。頭先阿蔡你都知道啦，因為你對健康嗰個要求好高啦，好高㗎，我哋啲有結。咁你如果你拍條 demo 片咧，首先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因為條片一開始咧，就係呢個示範嘅朋友咧，就係拎住一杯玻璃，拎住個玻璃杯就飲，呢個飲威士忌杯嚟㗎啦，類似係嘛？呢個係我知啊，落杯定係叫普通水杯？普通水杯啊，普通水杯啊。咁啊，佢其實冰水嚟嘅，懷疑佢冇理由係嗰啲肉冰燒啊嗰啲嚟。唔係咯，如果佢係咁 NG， 咪冧咗，冧咗。唔係，我就係可以好多無限嘅設想，究竟佢嗰杯嘢係如果係酒嘅係唔應該唔係冧咯，一係 gin 一係 vodka， 係啦，類似白色嘅，一係透明體咁樣。咁但係正常，我哋飲 gin 同埋飲 vodka 又唔會攞咁大嚿冰，係啦，係威士忌先最多。威士忌冰嚟嘅呢個係咯，一個球咁樣，係咯，就攞威士忌嘅啫。係啦，點會飲 gin 同埋飲 vodka 就唔會 ？vodka 直情乜都唔加㗎嘛，咁點會有嚿冰？咁呢個示範者第一下咧，阿蔡你覺得有啲咩唔妥？我杯酒有問題。唔係點解佢要坐喺地下度拍咧？點解佢要？踎喺度無影凳。系啊，点解佢唔坐 sofa 拍？要咩咧？点解坐喺个台嗰位咧？仲要你系政府拍嘅，应该有水噶嘛？即系有啲成本啊。第一就你嗰张 sofa， 如果你嗰张台唔够高，咁你拍摄嗰方脚架佢咯。系你拍摄嗰方面可以迁就揾嘢晾高张台咪得咯。咪咯，而家求其一个，譬如我呢啲人嘅嗱，我又有支 handle 啦，跟住又有高抱啦，咩嘢都齐嘅。咪咯，出声嘛。咁点解佢要坐喺张 sofa 前？但系坐喺地下度拍咧，似系日本嗰个坐法。咁你日本又唔会有张 sofa 喺度啦，即系搬开佢啦。咁你应该饮 sake 啦，系咯。唔系咁你饮管，总之你任即系任何液体都好，你其实你拍摄嗰方面点解要坐喺张 sofa 前面，但系你坐地下咧？反而揾张高脚凳，揾张高台咪搞。系咯，应该系咁样啦，系咪？同埋做咩唔见得人啫？点话有人睇嘛？同埋点解会有个托盘喺度？系咯，个托盘仲要个托盘啊咁 Q 大，即系杯啊咁 Q 细。食环署啊，食环署啊，边有人？食环署点解唔揾个处长拍啊？
署食環署署長係邊個？識佢老鼠，唔重要。喂，你咁你有代表性，就梗係署長。相，诶，佢都唔见样嘅呢、這个是但条茂利都系咯，光光鼠鼠咁样啫，人外国人见得光，即系好傻啊件事，见得光，政府部门嘅政府嘢嚟噶嘛，系咯，唔系咁，如果你要模拟一个酒吧嘅状态，咁你应该有 bartender 有个做嗰啲promo 嘅嗰啲妹妹啊，是但去警署酒吧都得噶，阿通讲啊，警署有酒吧噶嘛，呢呢、這个直头有啲似咧，你喺食环处个 reception 啲人咧喺度等即系。call 入去開會，咁坐喺出邊有幾張 sofa 嗰啲地方，咁樣動部機喺度拍。嗱，第一邊會有托盤，你有冇見酒吧俾酒你飲會攞個托盤嘅？係係，除非你好多杯啦。通常你譬如係如果你坐吧台咁，直接飛俾你噶啦嘛，基本上嗱，仲有喎。有张纸垫噶嘛？系啦，嗱，捧呢个杯垫系杯垫啊，系咯，冇纸垫嘅。一定有张加士伯杯垫劈落去，跟住就加士伯咯，系啊。跟住就动杯酒喺度等你，唔会有个水印啊，只系健力士，系啊，冇错。你又唔系啊，系咪？你唔知一啲都唔专业嘅。珠茶餐厅咯，系啦。嗱，仲有啊，睇下佢凳底嗰度摆咗啲咩喺度啊？影印纸，纸皮箱，唔知影印纸定疑似装口罩嗰啲嘢。喂，老啊，你唔好搵个地方咁杂不楞咁至得噶。喂，可唔可以去翻片头？佢系写咩啊？是咩食环署咩示范咯？食环署示范系可以拉翻前啲啊！饮管食环署喝酒示范，咁啊真系戆多啦！真系，喂，你可唔可以拍得专业啲啊，大哥？嗱，停停呢个停。嗱，佢粒冰又算得几靓嘅。嗱，我哋而家睇一睇翻先。嗱，如果你真系要做示范嘅，好简单啊！菜大家拍嘢你都知道噶啦。你仲要话政府喎，大佬？政府嘢。喂，你可唔可以？其实支饮桶系好出事嘅。系。支飲桶你而家即係當然環保角度你梗係衰啦，係你支飲酒膠而家譬如係酒膠啦，即係淨唔用飲桶啦，應該用啲鐵飲管。唔係你個飲桶其實而家佢有啲獨立包裝噶嘛。係係。喂，你諗下喎，你如果酒吧問人攞支飲桶，我而家茶記都係噶，我而家唔愛飲桶噶嘛。如果你獨立包裝，我都仲勉強下。其實我攞咗冇用咧，我有時都俾同事一有用我就俾你用啦。嗯，其實係有啲獨立包裝。喂，你嗰個樓面又好 ，bartender 又好。个 waiter 又好，喂，你搵只手攞支饮管俾你。如果系泰哥啊，撩完鼻屎，撩完鼻屎，洗完鞋，系先揸支饮管，攞支饮管俾你嘅，系啊嘢啦，系啊系啊。好，第二件事就系，喂，呢一位饮示范嘅朋友，佢搵只手咁样拉嗰个饮桶位，拉即系拉长住，拉长去，咁你只手又有机会接触咗支饮管，系咯系咯系咯，系咪先？仲有。嗱，系啊，嗱，而家你睇嗱，拉长啦，系咯，几咸湿啊，大佬，呢啲即刻，哎呀，嗱，再拉长一次，哎呀，啊，哇，几咸湿，直情系拉长包皮嗰种感觉。其实点解要拉长？点解拉长？都够晒长。第三，即系如果我哋嗰啲做医生嘅，自己有一睇呢条片，有问题，我即刻睇啦。你知你见到佢啲咩嘢动作？佢支饮桶喺条颈个位，即系冇口罩 cover 个位，插插咗去个嘴嗰度。我顶，我都成日讲紧个口罩。唔好咁样，因为我哋口啲个颈系有菌噶嘛，系会有菌噶嘛，有啊系啊，条颈嗰有菌噶嘛，或者有条女舐过噶嘛，系啊，条女舐过你条颈啦，系因为啲女好中意打 Kellen 咪就咯，摆颈噶，好近讲嘢，因为嘈嘛，系啊系啊，喺耳仔边讲嘢，跟住可能喷咗风，通常就由脚眼舐到上颈嘅，哇咁劲嘅，大部嗰啲喂边间要我多口水啊，你脚眼舐到上颈，喂佢要系咁吞口水先至舐到，头嗰两批又话咩都冇试过，一嚟咁爆破。好明显就离地啦，边个脚下舐到上顶老咪系个胸舐到上颈嘅时候，做咁多年人唔系未试过啊！我真系都会冇呢招咩？诶，阿明啊，我明你未试过，数嘅啫，你未试过一样嘢。嗰阵时我哋后生啊，喺澳唔系出烟噶，喺澳门揾食啊，就系其中俾多样嘢就帮人哋封呢个信封啊。好啊，咁咧。开头唔知噶嘛，攞嚟舐咯，攞条脷舐啊嘛，舐到中毒噶喎，唔系中毒，舐咗五封之后发觉苦啊条脷，唔系喂冇水啊，系啊口干，大佬你都冇水，你仲脚眼舐到上颈，我谂你饮几多杯水先舐到上，大佬即系舐嘢你真系，激死，啊继续，好嗱咁跟住佢摄入去，摄入去，咁啊跟住再可以行埋成条片睇晒啦，嗱咁啊摄入去八卦条颈个位，嗱你谂下嗱只手又掂到个口罩外边啦，几唔专业啦。跟住又掹翻出嚟喎，系啊，喂，咁你基本上同即系搞嘢一样嘅，你唔系饮一次就饮晒噶，你系插入去，插入去饮一啖，摆翻出嚟，系啊，冇错啦。跟住即系重复，可能你一杯嘢你喐起码最少五下啦，有钱一心咯，条后。咁你一系就长期插咗入去一次就算啦，你都系感染一次啊，你唔系插完。
嗱，而家佢插完佢嗱，饮紧噶啦，佢而家饮紧噶，系咪掹翻出嚟啊？嚟睇下嗱，饮紧噶啊，佢一一系咪掹翻出嚟？掹翻出嚟，系啦，嗱，而家饮紧，饮紧，饮一啖，系啦，好，掹翻出嚟。好嗱，系啦，系啊，系啊，哇，真系惨啊，好似喺医院急救咁样，跟住仲有喎，佢话嗰啲有一条噶，仲有啊，哇，我睇下继续播埋睇下点，又系咁插咩？插咗先啊，插咗先，系啦，哦，咁样样，插咗入去，我终于知道点解佢唔见样啊，俾 friend 见到系我拍条片，你仲笑到笑到肚挛，仲想出嚟行嘅？喂，咁如果系咁，不如佢即系喺酒吧。入咗廁所，跟住除咗個口罩，跟住咧將條飲管咧就擺咗入個口度，即係好似插喉咁啊！喺醫院，咁跟住咧就一路 hold 住 ，hold 住一直咧就個口咧就即係叫做含住佢啦，都講到嘢，你含住啲講到嘢噶嘛，啲女含住啲嘢都同你講到嘢，係嘛？咁跟住你咪即係跟住咪出翻嚟咯，咁支飲管咪長期吊喺個口度咯，跟住飲嘢嗰陣時咪跟住懟埋咁樣，跟住咁你咪唔使掹下出下，咁起碼我都係舐一次嘢啫，你咪。我而家喺度長期又抽又插又抽又插咁樣，隻手又要揾隻手掂住咁樣，係嘛？我都邊有掹幾次㗎？咁污糟，如果我見到嘔電，唔用飲管，我飲嘅時候除咗除口罩兩秒啫，飲一啖我就戴翻口罩咯。其實就得嘅，即係你旁邊唔會有條友你喺度飲嘢嗰陣時係咁喺度噴口水，係啊，同佢講嘢，跟住講我話你聽啊，拜登啊，贏票緊嘅咁你諗下你死啊嘛啫，唔係嗱嘛，但係呢一個你個 friend 大家贏票緊嘅呢一個正正。就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即是当然袁国勇教授他有一个建议，他是从一个医学角度的建议，是okay? 但是執行上他不是从一个喝酒人的角度去建议，是没错，他執行上面是变了一个闹剧的嘛，这个不行了，反而这个格仔衫这个呢插入去如果一次是好一点的，好过你这样抽抽插插，没错，还有你喝酒呢，真的喝开酒的人会知道的，即其实找飲管喝酒呢就不同，你譬如你拎住个杯咁样孭一啖落去咧，唔同嘅，就因为你其实唔使咁大力吸啊，嗯，即系用个肺嘅力冇咁多噶，嗯，即系你就孭饮完咪就咁咯，咁跟住就落个胃，跟住消化完，跟住又做上脑又呢样嗰样啦，即系大概个循环就系咁样啦，好大镬啊嘛，咁但系你饮用饮桶饮咧，你系吸落去嘅，嗯。好啦，当吸内嘅时候咧，其实阿棒哥唔知道有冇试过啦，即系我未试过攞饮管飲，我玩过嗰啲劲饮大赛咧、哦，用饮管劲饮大赛有啲喺、如果你去湾仔谢飞一带嗰啲咧，好鬼英国，好即系湾仔揸飞人陈浩南嗰啲，唔系嗰啲古惑豆，系直情系因为嗰啲古惑豆其实唔系酒吧嚟噶嘛，我系做事噶嘛，咁嗰啲咧就系即系好多全部外国人嚟嘅、哦，即系你玩完榄球嗰啲又冲过去啊。哦咁啊，成班全部都系鬼嗰啲咧，佢哋中意玩啲咩？即系譬如可能佢哋周年纪念咁样啦，佢哋中意玩啲咩咧？就系、是、喺个将啲大嘅一盘盘啊，即系嗰啲大嘅嗰啲叫胶桶咁嗰啲啊，类似系啦，系啦，即系一装嗰啲叫咩啊？酒嗰啲叫咩啊？一大盘嘅搵木。整住嘅，或者揾個嗰啲大酒木桶嗰啲啊，木桶係類似木桶嗰啲，橡木桶嗰啲。咁我就扮幾條喉出嚟。哦，咁係幾個方法，一係就咁拉機嗰啲咁啊，佢就攞條喉出嚟就飲嘅。咁樣啜，係咁樣啜嘅，即係就拎出嚟咁樣飲咯。即係好似食土耳其水煙。係啦，類似水煙咁樣啦。但係咁樣飲咧，因為你咁樣要大力吸咧，同埋佢哋嗰種玩法就係咧，佢唔會俾你停，即係你叫停先停嘅，即係係咁崩落去。哇，好勁喎！阿蔡，你飲咗兩分鐘喎，即係唔使用力，佢都走入去。係啊，射出嚟㗎，即係射落你口度咯。呢個 OK 喎，咁樣起碼唔使啜啊嘛，係咪先？但係呢種飲法咧係好易醉㗎。嗯。是令到大家好唔易醉嘅，咪咯，飲酒唔醉，有人把 Q 咩？係啊，你短時間吸入大量酒精，你會酒精中毒啊！哦，係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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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係啤酒啫，係啊，同埋係好多冧噶，通常佢都係要睇住你班友喪曬。但係呢個飲法係咪安全啲咧？呢個飲法你自己射入，自己射出嚟係可能好啲嘅。嗯，但係問題而家佢就係話要用飲管飲，大家戴住口罩，就避免你高談闊論嘅時候射咗啲口水出嚟啊嘛。哦，同埋驚你起。譬如酒吧那裡，他就譬如你坐了在那裡，你喝的時候除了口罩，即是當吃東西那樣，那其實形同虛設，總之我想跟大家說，除非你真的間得很好，執行得很好，你執行得不好，你旁邊我們兩張桌間了塊膠板，兩個其實都空氣，我們互相傳送到的嘛。喂，可不可以用回那個方法，那時候不是行山還是做那些極地運動很興，有頂帽，上面有兩個瓶，很大個的，那就將那些酒裝上兩個瓶，因為那個是方便
見你極地跑咧，嗰條喉其實駁咗落個口度。飲水，有賽車員都係㗎。啊，係啊係。咁跟住你咪喺度吹水咯，嗰兩盎嘢。係啊係啊。你戴頂帽去，咁樣吹水，跟住有個掣咁樣吹下就嚇一撳，撳一下就即撳。咁跟住就冇錯，射入個口度。而玩賽車嗰啲都係嘅，賽車嗰啲咧，其實嗰件皮咧，佢後邊咧，你見到佢有個半一半個半隻背脊咁解咁大啦，六角形嘅。其實佢入邊就係裝水噶嘛。哦，即係坐喺手一個片緊嘅。咁佢飲嗰時係啜咯喎。佢係都係啜嘅啫，都喺個口呢個位度有一啜嘅。係咯，咁咪好咯。其實一樣嘅，嗰條喉又冇離開過個口。係啦，跟住嗰啱嘢就走巴波入落去啫嘛。其實同埋玩山菜我哋都係㗎，山菜我哋有啲兩啲水袋噶嘛。你如果住住呢半噶嘛，你佢點講嘢？咁你咪照水咯，喺旁邊嘅啫。哦，咁你個口可以嘅時候就整一整。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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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同啲女一樣咯。啲女有兩隻噶嘛，你咪去完左邊咪去右邊一樣啊。咁你咪唔飲嗰陣時，咪用嗰邊個講嘢。到你飲嘢咪撥翻個嘴過嚟咪。咪入去，譬如嗰啲水袋，你真係消毒咗嘅。係咯，水袋喂幾多呢半噶嘛，係嘛？就呢半。我打爆佢，打爆佢呢半袋咯。咁孭住佢，咁條喉咧一路 keep 住個嗱，係啊個嘴旁邊咯，一下啫嘛，即係擺定設擺喺個口罩嗰度。你咁咪 hold 住咯，喂，點啫嘛？哇，咁啊呢個掂喎，跟住過咗關喎，歪歪個嘴，跟住含住，跟住咪飲咯。好明顯你，好明顯你兩條友咧，你唔識得欣賞酒精類飲品。而家咩時勢仲飲？你咪睇圖啊嘛，係啊。喂，嗱唔講多，只鮑魚啊，窮起上嚟只鮑魚飛緊嗰陣時都要食啦，只鮑魚掟緊過嚟都追住食。再咯，你飲啲愛爾蘭黑啤，你梗係要攞個靚嘅一批嗰啲杯，斟到啱啱好半寸泡，仲要飲嘅時候要嗰種凍凍地，三成泡七成啤酒，滑滑地身嗰啲嘅質地要磨一磨個嘴唇，嗰種先有感覺噶嘛。零下八度啊嘛，鬼唔知咩？哇！你整你見過你飲咯？你呢半水袋，哇！我飲咗可能飲咗幾啖啊，都冇曬氣嘅喂。係啊，當時你飲麥汁啊，真係嗰啲大麥小麥嘅麥啊，麥汁啊，你飲麥汁啊，啤酒冇氣好大鑊嘅。唔係，你如果打入去個袋度，應該唔會走氣嘅喎。你是夾住的嘛？不是啊，我怕是打得快就是啲泡系咁飆出嚟，跟住喺條喉嗰度，你喺度講嘢就係咁啊，飲緊泡咯，喺度滴泡，你都唔係飲緊，佢係咁啊滴，唉咁多泡啊，因為頭先嗰條友倒落去倒得勁嗰陣，啲泡係咁，仲要可能嗰條喉又漏水喎，搞到成個嘴唇濕曬啊，跟住有喂吹水無端端有嚿嘢喺個嘴唇邊。你都冇忍啦，係咪先？仲有喎，你一定要戴多個口罩去，因為你一定濕嘅。你長期咁樣喺個口罩入邊飲，一定濕啊！仲有啊，吹水咁實濕啊！飲啤酒會噁氣噶嘛？你戴住口罩噁氣入邊，哇！我聞翻自己噁嗰啲氣油，哇！而家就係所謂嘅，譬如政府嘅建議。再加埋真正落到地，飲食業又好，酒吧業嗰啲朋友仔都好，其實呢一個係違反咗一啲健康嘅常識，同埋碳酒嘅正常程序，最終喺屋企飲咯算。係啊，真係㗎。唔係，其實 turn out 應該係㗎，喺屋企飲。但係啲酒吧死曬啦。啲人中意去酒吧就因為見下人啊，望下嘢啊。所以你食肆好啊，食肆都仲有得外賣啊。你酒吧冇得外賣啊嘛，酒吧外賣又要失去咗嗰種意義。因為佢你唔可以喺屋企度約埋個 friend 開住個 zoom， 跟住咧對住個鏡頭，我哋一齊斟酒。但係佢喺對面個 mon 喺度傾偈，喂點啊？你公司係咧正仆街，但系同喺酒吧唔同同啊嘛。酒吧唔會同同性 friend 傾偈啦，梗係女性 friend 跟住傾傾下，越坐越埋就摸大髀噶啦。咁啊，因為同埋其實不即係其實係變唔到嘅，即係大家都認同飲完酒兩杯落肚，個人會放鬆啲。係啊，就摸大髀噶啦，講嘢大聲啲，跟住對人親近。跟住講特朗普噶啦，跟住。唔係呢個係變唔到，但係人叫咩？最慘係咩咧？而家係更甚啊嘛！即係大家嗰啲抗疫疲勞就係，哇天，哇放生喎，開翻喎，啲人係會再 close， 你明白我講緊咩啊？蔡，即係你見到嗰啲攬頭攬頸，哇我冇見你四個月啦，天打我幾輪先咁。反而即係多咗咁。反而你話抗疫疲勞咧，係的確有嘅，不過戴口罩例外，因為以我嘅經驗咧，我呢成年戴口罩咧。我 touch wood 真係冇病過，即係係啊，真係普遍，因為嗰日同鄰爺錄音又係講，我直情呢一年係冇乜點樣病過。所以我覺得外國係有樣嘢，我覺得以我個人嚟講啫，係可以參考嘅。其實而家有疫情 ，OK， 有好多嘢
是要對自身負責的嘛。嗯，即你明白我講咩？我明白，即不是話我管制你執唔執行到啊、嗯？其實你執行到幾多啊？啱、嗯、啊！即間唔時你有雷霆掃雨，又話唔知去嗰嗰啲酒家嗰啲房貴賓房立咗你三圍，自律嘅，係自律，唔係同埋對自身負責啊嘛，好簡單啫嘛，其實外國都係噶，係啊，開翻咁即得罪啲講句啊。除了個醫療嗰個負擔之外，嗯、喂，你自己揀嘅喎，你明知爆到咦含係啊，你都要去酒吧，你都要衝出去酒吧，啊、你都要真係要高談闊論，仲、要成家人添，好似攬炒咁。你唔俾我去酒吧，你妨礙我自由啊！跟住咧，賴咗嘢之後就賴特朗普啦。好啦，唔係出唔出係自己，我哋自己決定。即係譬如阿蔡，你會唔會多咗出去啊？唔會啊，唔會嘛，唔會㗎。即係我哋為咗自己嘅健康，對個人負責係，其實係為個人負責㗎嘛。唔係出去食飯都少咗九成九，係嘛？酒吧都真係少咗九成九，係因為你負責㗎嘛。你同賭錢的原理是可以這樣理解的嘛，長波你是估你會贏啫，你買下去那我搏一搏嘛，那我去酒吧其實沒什麼必要的嘛、哦、除非你說喂你的friend話一定要在酒吧，你不來的話我不跟你搞事，那你就唯有焗去咯、啊、但其實如果真的你的朋友，你都會勸他喂咁啦，雖然呢就好像對啲酒吧業不是幾好，他沒有生意，但是真的去唉不是幾好啦，你不知道周圍幾台人，你知嘎嘎嘎嘎咁樣、啊，後面整個陳榮泰講嘢笑到鬼叫咁大聲，仲要噴口水，大佬去完之後我又要係咁沖涼，咁你其實都去得好唔舒服。係㗎、啊，睇下、啊，因為有道好咧，香港咧十八區有好多中央公園㗎嘛，我呢一年都係㗎，嗯，唉唔好去酒吧啦，買兩支好嘢。去公園望住個海、啊、一樣。喂，咁嗱，有少人。嗱，譬如我美國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咁噶，佢啲食肆室內嘅唔開，咁咧政府咧就相對咧就開放翻去食肆出邊嘅一啲卡帕，嗯，或者直情係馬路邊添，嗯，直情俾你露天擺啊，係，即係開曬嗰啲大嘅，我哋出去做 O B， 唔好坐得咁密，嗰啲帳篷，咁、你起碼就哦室外啊，嗯，即係室內起碼個空氣流通啲啊，係咪？咁你咪類似啲插法咯，係，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而家兜兜轉轉咁樣，即係袁國勇都有去健身院嗰度睇過、嗯，即係做操纖嗰啲。他说哇我看到他的 staff 很认真啊、嗯、直情是那个用完木跑步机就有个 staff 戴大手套抹啊咁样跟住仲要周围在空气那里射那些消毒液添咁样摆了五部机。但是跟住阿袁国勇同他们的员工入去那个冷气槽即是冷气系统那个机房到看我扑街。啊点解不够风力直情不是啊他直情那个过滤啊。哦没洗过。他说直情是过滤得 30%。哎呀没70%、嗯。好啦。咁你 keep 住嗰度個空氣啊，咁但係你本身成個中央，嗯，嗰個過濾係唔得噶嘛，哦，咁咪一樣死咯，唉，咁咪一樣死咧，咁而家，咁但係又死喎，唔通又生曬啲健身，係啊，啲又執笠噶嘛，佢哋又，香港咁少人中招咧，係真係奇蹟嚟嘅喎，係啦，唔係啊，我想講就係、好啦，營運嗰班，你自己咪擺啲架撐喺度咯，你自己都係問自己㗎咋，係咪？咁爆咗你咪自己揦嘢咯，咁你出去嗰班用家都係㗎，嗯，即係當你緊張行山啲人唔戴口罩，我喺柏架山行就係啲人一去到起步位喺街市嗰度啫嘛，好似同喺街好唔同㗎喎，嗯，但係其實個山路咧，我行翻出去出邊買餸啦，嗯，電車路嗰度咧，啲人仲稀疏啲㗎喎，係啊，柏架山嗰度你都知道有幾闊，係啊，唔闊㗎，闊㗎，差唔多係點形容好呢好似呢個直播室個口橫咁大，但係企咗八個人可以一字排開咁樣鋪住上山嘅喎，跟住上落有兩個喎，戴口罩係咁，戴口罩喎。好啦，我就想問，其實大家嗰個堅守住去保障自己身體嗰個原則係啲咩咧？點解你會覺得喺市區就要戴住口罩？阿生只係經過街市上到條斜路，唔使戴口罩，即係佢會覺得空氣好，係啦。这个自然风行紧，行紧就我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益身体健康。即系你知啲人会找很多理由去为自己不啱嗰样嘢去解释。再大件事咧，其实大家呢个好常识嘅啫。阿蔡你都知道啦，做医学节目咩？当你要上条斜路，你个肺肉个力度是高咗噶嘛？吸多啲噶嘛？吸多啲噶嘛？系啊，呼多啲噶嘛？
但系要你吸多啲嘅时候，你又唔得好渣喎。系啊，咪冇得吸晒咯。系啊，跟住你又睇下啲风向咯。跟住，唉，冇咁啱得咁巧嘅，做运动啫。咁你其实咪就系你跟住到时攋嘢，跟住咪问点解？咁你知啲冇得管噶嘛？你明明即系嗰个违反晒常识噶嘛？我都半年冇去健身室啦。其实就唔去好过去啦。都系个问题，唔系话歧视定咩？咁而家的而且确未揾到解决方法啊。咁呢个已经系进入，我觉得系挑战紧大家嘅底线噶。系啊，嗱，咪预告一下，嗱，大家留意一下今日话咩诶豁免落嚟嗰件啦。系啊，你睇下最后查到究竟佢喺边度濑嘢。系嗱，佢啊实唔会话系大陆濑嘢嘅。咁如果佢唔系大陆濑嘢，佢喺大陆过关过嚟豁免，咁佢喺边度濑嘢？唔通喺香港濑嘢？系咯。咁但系佢系过完嚟香港之后，先去咗某个地方先验到佢系阳性，跟住先夹翻佢出嚟噶嘛。咁呢、這個有排講嘅，就係咯。正當就話唔知過多兩個禮拜啊，係啊，係幾時開始放寬啊？喺白架山行山賴嘢，佢喺白架山嘅。係啊，有行白架山、啊。大家就繼續唔戴口罩。一定係賴誒，俾香港身份證嗰一刻賴咗嘢咯。佢係攞身份證入境香港嗰時候，唔係即係過關過關嘅時候。佢、哦、過機嘅，過機嗰一刻咯。唔係啊，其實佢唔過機污糟啊，揩到啊。佢唔豁免咪乜事都冇咯。係啊係啊，差唔多係百花齊放啊，百花齊放。跟住咧啲質素咧就即係各有參差啦，一定要買啲舒服好質素嗰啲。冇錯，咁但係咧，你話如果純粹係審美眼光，我覺得香港真係其實啲人咧就住戴口罩呢單嘢咧，知道佢哋嗰個階級啦，即係 level one 啊 ，level two、level three 啦，嚇咩？跟住個 KF 九啊四啊嗰啲 ，BF BFE 啊，跟住咩 CFE 啊咁之類。即係歐盟制式啊，美國制式啊，英國制式，好啊，我就印象冇英國制式。日本制式系啦系啦，呢几款啲口罩，韩国咁啊，铜锣湾嘅市面你都知道啦，中心地方咩 Yellow Factory 啊嘛，系啦冇错，有啲专门店又有专门店专卖黄丝口罩，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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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咪啊？冇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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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情系有民主女神喺度嘅。望埋佢咧系黑色同黄色，佢哋嗰啲盒嘅设计几好嘅，系咪好似喺嗰个希神后边嗰度？直情系 Times Square 条马路。哦，系系系系，嗰个天人三宝嗰个位前两步系啦。都幾串喎，都係咪先？要支持下，要支持下。有冇黑警搞佢哋啊？暫時未有，係我每日都行過睇一睇，咁啊冇嘢，冇人噴嘢嘛。你旺區，你咁夠姜？喂，大佬，我差唔多喺英皇珠寶行隔離喎，係唔係啲角落頭？即係以前嗰個咩啊？嗰啲咩五金嗰陣時，國難五金開埋啲鋪頭，專俾黑警封 Q 住嗰啲地方。不過如果你搞到佢執咗咧，個鋪位冇人租咧，到個業主餓啲黑警啦。誒，而家大把鋪冇人租，咁啊係，真係多咗好多金鋪。如果唔係間黃店啊，租唔起啊，嗰度應該可能而家平咗。係係係，因為我計緊數就係有一啲其實一路疫情開始嘅時候咧，就好多 IG 啊，即係用 social media 咁，跟住我嚟就買網店啦，叫做咁買咗就咁。其實而家慢慢開始咧，今日先見到又有一檔，我 follow 開 IG 嘅，唔係係另外一個品牌嚟嘅，但係香港製造嘅，香港廠房嘅。咁咧佢個 follow 咧唔多嘅，follow 得二百幾嘅啫，即係我望到佢嗰個 page 嗰度。但係咧佢又租到鋪喎，又喺尖東喎。哇！尖東啊，係啊，又係大鋪嚟嘅喎，又係黃店啊，佢就係話清境香港啦，唔係黃店。咁但係咧，佢就喺麗晶，即係尖東嗰個港晶，喺港晶中心嗰度，即係噴水池附近嗰度啦。哦，咁你望大富豪以前大富豪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匯豐嗰邊啊嘛，係啦，匯豐，我喺匯豐隔離嗰附近，我睇嗰間鋪，有成千尺嘅喎。咁犀利，成天净卖口罩，净系卖口罩，咁串，可能真系冇人租啊！所以可能好平嘅，系啊。不过入面通常又冇乜装修，系冇错，几个架。我呢度租个老闆房喺嗰度，又摆晒口罩。老闆房就唔同。咁你而家啲口罩真系多到咩啦？万噶，即系啲人开始揀颜色啊！即系当然，我哋而家都仲望下，喂，睇下边处嚟嘅先，咁样嗰啲啦。拣款咯，即系拣颜色啊，拣款啊，舒适度。铺贴有口罩卖，电话铺有口罩，有系啊，系啊。連粥鋪都有噶啦，係啊，五金鋪又有。喂，大佬啊，台灣啊，肥牛嗰啲都賣有，都賣緊。你知唔知台灣由年頭啊，加強嗰啲生產線啊，日日啤緊幾百萬隻口罩啊，所以周圍都有啦，係咪先？咁啊，當然我哋即係百都揾啲好嘅商品俾大家啦，係嘛？咁啊，菜咧，戴緊呢個就係叫近日啦，顏生啊，都留意到嘅。係啊，顏生留意到係一個指標，我想同大家講啊。係啊，顏生話靚啊嘛。係啦，冇錯啦，佢就係呢個就係大領落啊。我係啊，阿蔡話係，哇！
牙生好少可記得個牌子嘅。係啊，冇錯。大鼎樂係嗰個K Kong。K K Kong。係啦係啊，即係口罩博士啊嘛，係啊，佢出嘅。係啦，佢出。好大個收皮兩隻字喎。係啊，唔係咁佢標榜咧呢個口罩入邊咧全部都係廣東嘅俚語。係。咁所以咧就即係有收皮啦，係啊，本土嘢。啊，柒頭啦。我柒頭。係啊，佢有寫柒頭㗎。戇居。賣飛唔係飛法啦。这个没有，他一个个有，有柒头，有柒头，有柒头，我又有柒头，是啊，戆居啦，都是广东话字。咁而呢个口罩嗱，本身收皮啊，几有香港，真系香港嘢。我觉得戴住就代表香港，啱啊，系咪先？系香港制造啊，即系唔使。譬如有啲系 Made in Hong Kong 咁样，咁咪譬如我哋，因为我有啲啦吓，即系有啲加油啊咁样，即系我哋之前卖嗰个嘅香港加油。叫咩樂啊？嗰個阿通哥又拍過。樂橋，樂橋啊，樂橋有加油啊，香港啊 ，D 一百啊，又係有 D 一百啊咁樣啦。咁而呢一個咧，即係阿 K K 康，即係介紹啲啊，佢自己製造噶嘛？呢個係佢係啊，佢應該同人合作製造。呢個咧，其實我係恨咗好耐嘅。點解會咁講咧？因為照阿蔡浩良啱啱疫情爆發嘅時候咧，佢其實咧戴住個口罩有一種囂張啊。哦，佢你知道啦，日本品牌嘅日本嘢嚟嘅，日本 cutting 冇乜貨嘅。那個 cutting 是怎樣呢？就不是我們現在平時戴這一隻的叫做護士口罩啦，即又不是 level 1 level 2 不是計這些啦，就是很賤的，哇哇靚到這樣的喂，它就是呢兩四邊的角是 有四條線在這裡的，咁變咗車，好似車出嚟，車出嚟掹起咗，佢變咗一個菱形凸起。啲人體工學㗎，咁唔會睇住個口罩中間個位咧，就係隔離咗開嘅，係啦。咁而側邊咧係好貼嘅，係而家冇虛位嘅，即係嗱，而家我哋戴呢一隻咧，側邊其實我隻手指頭都塞咗去，同埋都幾影響講嘢嘅，係都影響噶嘛。咁而呢一隻咧。我好像找回個細佬回來的，是啊，他都K Kong 都是說這個是這個叫做是模仿人體面型工學，沒錯，有日式的立體口罩設計，即是不用這麼貼嘴唇，所以你看到現在這個他是很貼的，很貼的，旁邊這兩個本身我插到手指兩邊的位置是貼起來，因為它捏了一點點，它有個線，因為這裡它斜邊兩邊上面是有兩行線在這裡，那這裡兩邊貼咗啦，系啊，咁跟住咧啲落链实咗啦，哇！直情嗰个安全感啊，有晒喺度啦，系啊，同埋而家个嘴冇同个口罩有黐住咯，黐咗系啦，应该都舒服噶，舒服啊呢个，同埋佢咧条橡筋黐线，我想系啊，嗱，因为橡筋好稳阵噶喎，个因为橡筋咧，其实如果大家识戴咧，有留意啦，系啊，因为有啲橡筋咧好易断，你第一容易断啦，第二就系咧你戴到咁上下咧耳骨痛噶。哦，系箍得好緊，耳骨呢個位呢個頂住後邊，箍得耐啊嘛。嗰條橡筋係非常緊要，大家買口罩都要揀埋橡筋。喂，同埋我留意到喎，佢黑色配白色咧，好型，有啲 Dior 嗰個口罩嘅影子，係啊，有啲設計嘅，咁就夠有 fashion 又成啦。咁 Dior 都係黑白配啊嘛。咁又有個 cut 啦，佢其實佢有四行線啦，都係呢度兩邊，即係其實。四個角都封住了，所以佢一扯起就立體咯，一扯就鏈住。佢入面會不會有啲毛頭啊？因為咧，因為其實真係戴咗咁多個月口罩咧，真係明顯分到咧，即係口罩個優劣咧，即係除咗你貼唔貼面之外咧，仲有毛頭，就入面有冇毛頭？係一有毛頭咧，哇個鼻真係敏感嗰啲啊，瀨嘢啦，到咧真係想死嘅。係啦，我又冇咁咁都有毛頭，冇太多鼻敏感啦，所以。我又不能作準，不過就個感覺上咧，佢係透氣，但係佢厚嘅喎，你望埋佢咧厚嘅喎，咁但係咧你戴上去咧，其實就唔焗嘅喎，同埋個感覺好有啲爽嘅，唔知點解，即係冇。譬如都係可能甚至乎呢啲係會戴得耐濕㗎，係有啲係 level 3 嘅，你知道好勁㗎啦 ，level 3 係隔得好勁，呢個 level 2 啦，咁咧但係 level 3 咧有時係焗㗎嘛，哦係啊，咁咧就變咗雖然穩陣，但係又即係好似焗啲嘛，開聲講嘢都差啲嘅，係啦，呢個咧就暫時 OK， 同埋我真係中意佢旁邊嗰兩條，係冇錯，我屌呢條夠硬㗎，又冇好似好 Q 穩陣咁咯，拉到就哇拉到 OK 啊，同埋你都有㗎，你有。你冇攞到咩？有啊，係咪偏粗嘅？我冇懷疑咯。偏粗，因為其實有啲口罩咧都係話粗邊，粗邊咧就係箍落去冇咁辛苦嘅。係啊，呢個冇喎。唔係而家普遍我除咗好早期有啲口罩咧一兩款係戴到耳仔痛咧，因為佢箍得緊咯。係啦，而家普遍應該都舒服㗎啦，都已經。不過就係咪真係譬如挺身嗱？而家我戴成日啦，照計應該斜斜地㗎嘛。係啊係。咁而家都仲好挺啊，同埋。
條繩都仲係箍到咯，箍到緊。最慘就係撇曬咧，好似好危險咁咧。同埋有時咧，佢啲衰嗰啲咧又會抌啊，用啲線落嚟。係啊，喂，價錢幾多？嗱呢個咧七個一袋，一包一包咧，$23。加咗2000 PBS 嗰個咧就$22。哇，仲$22？係啊，如果係七個 pack 埋五個為一盒咧，即係咧就係$97同埋$93。哇，平！即係你平均$3一個，合理價啦，合理價。有呢個價錢，再加埋呢一個享受，你仲想點？有花紋喎，仲有花紋喎。咁你帶住佢。